嘿，我是阿木。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因为最近有很多很多的小伙伴问我，怎么样去给自己买一台能够剪片子的电脑。其实这个话题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挺简单，但实际上也没有那么简单的话题。首先来聊一下我自己的电脑配置吧，因为很多人都问我的电脑配置是什么。我的电脑配置主要的 CPU 的话是 i7 的9770，不带超频的那一颗，标准版。然后我的显卡是 RTX 2070 Super 8G 的那一个版本，然后我的内存呢是 16GB， 那这是主要的配置，然后配了一块 512GB 的固态硬盘，然后没有挂机械硬盘。然后我的显示器呢是我以前做过的节目，是铭记的 PD2700U， 那这就是我的配置。当然我这一个配置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人，因为它也只是一个中端往上的配置，也到不了高端，但是也比一般的中端要强一点。那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剪辑主要要看电脑的什么部件。那首先我们电脑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两个地方吧，第一个是 CPU， 第二个是显卡。哎，很多对电脑不是很了解的朋友可能就会纠结，那我到底是要花多点钱买 CPU 还是花多点钱买显卡。那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在剪辑视频方面，尤其是 4K 视频方面，基本上是看 CPU 的，而且是看 CPU 多和线程的那样的一个能力。那也就意味着，如果你想要获得顶级的剪辑视频的能力，剪辑 4K 或者 8K 视频的话，那你就要在 CPU 上下很大的功夫。如果你有钱的话，直接买 i9-9900K 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有点太高了，我们稍后再说。那显卡是有什么作用？显卡是一般用来做一些图形渲染之类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想配一台电脑，你主要的目的是来玩一些 3A 大作、玩游戏的话，那 CPU 反而就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显卡。但是剪辑是相反啊，剪辑对于显卡的依赖其实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些建模，比如说 CSD、Nuke 或者是甚至说达芬奇，甚至说 AE 里面的一些特效包装之类的话，那显卡的重要性就会体现出来。显卡如果不行的话，那你这个渲染速度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慢。那 CPU 到底对我们的视频渲染有多重要呢？以我自己为例来讲的话，我以前剪辑 4K 视频的时候用的是我的戴尔的 XPS15 的那一个本子，它的 CPU 是 i7-6770HQ， 显卡是 GTX920。 假设我那个笔记本输出一段10分钟的视频需要60分钟，换成我这个9代 i7 的桌面级的电脑之后，它的输出时间只需要15分钟，就是这么对比的明显。当我换到这一台电脑的时候，我第一次剪辑、第一次输出的时候，我都想哭啊！我好操！我的感觉是我以前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买一个这样的垃圾笔记本回来？对，就是这样的一个使用体验。那作为一个新手，在 CPU 的选择方面，应该去选择一枚什么样的 CPU 呢？我个人给出的底线，以英特尔为例的话，我给出的底线是九代的 i5-9440 这一枚 CPU。 那因为英特尔的 CPU 的分类是这样的， i3-i5-i7-i9， 那 i3 的 CPU 我们直接就把它 pass 掉了，那 i7 的有些新手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贵，那我们就把 i7 排除掉。那最低能接受的我个人就是9代 i5， 因为九代的英特尔的 CPU 相比八代来讲的话，其实提升还是很大的。你不要看什么i7-6770，你觉得哇，这个 CPU 是 i7， 那肯定比 i5-9440 好。其实不是这样的， i5-9440 是要比 i7-6770 还是要好的。如果你不会看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个叫做 CPU 跟显卡天梯图的东西，它从高到低会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性能排列出来，你可以去参考那个来购买。那 CPU 的话是九代的 i5-9440F， 那么显卡的话，我个人用的是 RTX 2070 Super 这一枚卡。那其实这枚显卡的话算是一个中高端的显卡，稍微有一点贵。如果你的预算并没有那么充足的话，我给你提供两种选择让你选择。第一，你可以选择 GTX 1660这一枚卡，另外一个选择是 RTX 2060这一枚卡。那这两个配置的电脑基本上会相差1000块钱左右。具体应该怎么选，我给大家稍微进行剖析啊。如果你配的是一台 i5-9400 GTX 1660的电脑，然后配 16G 的内存的话，那基本上的价格应该就是在5000块钱到6000块钱之间。如果你把显卡同样的配置啊，把显卡换成2060，那你的价钱就会飙到6000到7000之间，是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为什么我不推荐大家去买 GTX 1060跟1070这样的卡呢？是这样的， GTX 1060这张卡呢，其实相比于1660，它的下降幅度还是非常明显的。那因为它是上一个时代，也就是
帕斯卡架构的显卡，那在这个地方我就不太推荐大家去购买。但如果你实在资金预算非常非常有限的话，1600也可以考虑，但为了长远打算的话，最好是从1660开始起步。那 RTX 2060是一个什么样的卡？它为什么会比1660贵1000块钱呢？是这样的， RTX 实际上是用到了英伟达最新的一个叫做图灵架构的东西，它会带有一个光线追踪的功能，但是好像光追在2060上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啊，因为我之前看到的话说如果你追求那一个光线追踪实时光线渲染的话，最好是从2070起步。在视频剪辑的过程当中，光线追踪我觉得这个功能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所以说1660就可以非常好的满足你的需求了。那2060在1660的前提下，你还可以做更高级别的渲染，甚至说你可以去玩一些更复杂的 3A 大作，也可以获得一个比1660更好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2070跟2080这种卡，那就是属于预算不是那么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那直接就一步到位就好了。那我这台电脑配下来的话，差不多是花了8000块钱左右。因为说实话，我当时配这台电脑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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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的活，需要剪一个 4K 的视频，全部用的是无缝转场。我当时还用的是那个戴尔的 XPS 的笔记本，那是完全做不了的。但是我当时预算有限啊，预算只有8000块钱，然后我就去配了一台这样的电脑。那这个电脑实际上是有很多地方是缩水的，比如说这个机箱才花了100多块钱，好像不到200块钱左右的样子。然后另一个缩水的地方是它的主板用的是华硕的 B365M， 是一个勉强比工业垃圾稍微好一点的东西，但是也非常一般，但是能保证我现在用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两个地方缩水加上我买的 CPU， 然后我买的这一个9代的 i7 呢是不能超频的，不能超频的也就意味着它性能会比那个带 K 的 CPU 的性能是要弱一点，但是也会同时会便宜好几百块钱。然后内存也只上了两条 8G， 也就16G 的内存，又省了一笔钱，是这样的一个配置。当然我建议大家，如果在自己买电脑的时候你不会自己装机，那千万不要去买 DIY 的主机，因为 DIY 的主机水有点深。当然去选择一些靠谱的店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店这里就不明说了，可能会让你得到很不好的使用体验。一般情况下，保险起见，你可以直接去买大品牌的主机，比方说戴尔，比方说惠普这样的一些一线厂商的整机。但它的整机呢，相比于你 DIY 的话会贵个几百块钱左右，但是它一般带有质保，会比较安全。那这是购买机器方面。那我们再往下继续聊，聊完 CPU 聊完显卡之后，下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叫内存。这个内存是区别于剪辑电脑跟游戏电脑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只玩游戏的话，8G 的内存就完全够用了。但是如果你要做视频剪辑、影视特效， 16GB 起步是最基础的操作，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16GB 其实也不太够用，我当时还是因为没有钱买了一张 这样的主板，它只有两个插槽，只能插两条 8G 的内存，现在只有 16GB。我连以前那个戴尔的 XPS 的笔记本我都是买的顶配 32GB 的内存。那 16GB 的内存在一般情况下其实还好了，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高负荷运转做特效渲染、做达芬奇的东西的时候，导致我的这样的一个内存直接吃满，那复杂的特效那就更别提了，基本上是被卡得死死的。那我打算过段时间把这两条 8G 的内存出掉，然后买两条 16GB 的插上去。在这个地方顺带提一句啊，大家在配置电脑的时候，如果主板有四个插槽是最好的，因为有四个插槽你就可以把内存扩展得更高一点，只有两个插槽的话就完蛋了，最高只能扩到 32G 就上不去了。内存这方面我们聊完了，下一个要聊的话题是，我买一台台式机到底要不要给它配置机械硬盘呢？机械硬盘实际上是在我们很多年以前的电脑，我们还没有固态硬盘的时候，电脑一般都会配机械硬盘。那机械硬盘的好处是便宜，你买一个 4T 的机械硬盘也就几百块钱。但是机械硬盘有它自己的一些缺点，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读速太慢了，读速可能只有最快你插到电脑上读速能读到 90MB 到 100MB 就已经算发挥的不错了。但是固态硬盘的读速就非常非常高了，几百 MB 甚至到几 GB 的都有，根据它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价格来决定。但是最垃圾的固态硬盘读速最起码也是机械硬盘的5到10倍的速度。
所以说现在买电脑，你的电脑里面是必须要装一个固态硬盘，这个固态硬盘可以不用大，但最起码是要在512GB 左右或者是400GB 左右。那这个东西是干嘛的？你需要把你的操作系统装在固态硬盘里面，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的系统运转的非常非常的快，而且不会卡顿。那机械硬盘的作用就是，你如果想装的话，你可以买一块或者两块4T 的硬盘装在你的机箱里面做一个存储。但是我个人的使用经验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必这样，因为你去整机那边装的话，他卖你硬盘一般会卖的比较贵。我个人的经验是，你买移动硬盘，像我剪辑片子的话，我就是把素材放在移动硬盘里面，然后通过这个USB 把它插在电脑上面，然后我直接从里面剪辑就可以了。那之前很多朋友问我，这样剪辑会不会卡顿啊，会不会对硬盘造成伤害？根据我几百个小时的工作经验来讲的话，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只不过它这样的读速会比较慢，因为它毕竟移动硬盘也是个机械硬盘吧。那如果你想存储数据怎么办呢？你可以去买一些机械硬盘，然后再买个那个我们俗称叫做面包机的东西，也就是说机械硬盘的那个读卡器，一个底座把它插上去，连在电脑上面，然后把素材拷到机械硬盘里面，然后贴上封条存起来就可以了。电脑的机箱里面其实没有必要再多配几块机械硬盘，除非你是玩游戏的用户，你要在里面装很多的游戏，我觉得可以装一块。那基本上关于台式机的配置我们聊的就差不多。那下一个重要的话题是，我应不应该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或者说我应该买一台笔记本电脑还是应该买一台台式机？这个问题我已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大家踩过雷了，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这两个选择之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笔记本电脑，因为我想的是我放寒假暑假的时候可以带回家打打游戏，然后剪剪辑之类的。但是我大学三年我就换了两块笔记本，花了3万多块钱，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的后悔。为什么这样？因为笔记本电脑首先它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我们假设同样都是一个 i7 的配置，如果你想要买一个轻薄便携的笔记本的话，那它势必会对 CPU 的频率进行一定的阉割，毕竟这是一台桌面级的处理器，那笔记本的话只是一个移动端的处理器。以我以前的戴尔的 XPS15 为例来讲的话，那是我当时能买到的 Windows 的笔记本里面最好的一台，花了差不多2万块钱左右，顶配哦， i7-6770HQ 标压的处理器， 32GB 内存， GTX 960的显卡。但是因为它太轻薄了，散热做得很差，这是很多人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它散热做得太差了，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我一剪视频，我一渲染，它的温度直接飙到了90度，然后触发了它电脑的温度枪，然后 CPU 的频率降到了0.8赫兹，然后我的电脑就废掉了。然后我每次开机都要把它的驱动卸掉，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而且这种东西，这种更新换代实在是太快了。我买笔记本基本一年之后，我觉得它的这个性能已经跟不上时代的需求， CPU 也不能换，显卡也不能换，然后内存也不能换，最多就是把固态硬盘换一换，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用处啊。然后导致这一个电脑现在我放在家里都是吃灰状态，只有我出差的时候拿来应急用。如果你想买一个高配置的笔记本，散热又好，性能又好，然后价钱又不是那么贵，那你只能去买那些很笨很厚重的本。但我觉得那种东西没有意义啊，那么大那么笨重，而且性能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建议如果大家是有影视剪辑需求的话，一定要去买台式机，因为台式机跟笔记本是两个星球上的东西。你用中配台式机之后，你任何高配的笔记本你都看不上，因为它们之间的区别实在是太大太大太大了。这个时候肯定又有朋友会问，为什么每次都有这么多朋友呢？又有朋友会问，那阿木啊，如果我听你的话，我买一个台式机，我的机箱，我觉得这么大的机箱我搬运起来很困难，怎么办呢？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你可以选择去买一种叫做 ITX 的机箱，它比这种机箱最起码要小一半，非常非常非常小，也就这么大吧，随时都可以把它拎走。但是 ITX 机箱它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一般 ITX 机箱呢，因为它机箱做的比较小，而且它里面的排线轴线比较复杂，所以说它的价位会比这样的普通机箱要贵很多。以我之前看到我比较喜欢的雷蛇的那个 ITX 小机箱为例来讲的话，雷蛇那款机箱就要卖差不多1500块，然后这个机箱才卖200块钱，不到200块钱，好像我记不太清了。那中间车的差的这些价钱，你都可以买满你的内存条了。所以说，ITX 机箱适合你的预算比较高一点去做。而且同时 ，ITX 机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扩展性方面是要比传统机箱要弱一点的。它的优点就是随拿随走，然后配置也比笔记本要高很多很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最后的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很多人会在乎的外观的问题。机箱这个东西吧，你说它重要它也重要，你说它不重要它也不重要。像这种机箱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机箱，是它很便宜，它可以节约很多的成本，但它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种东西不好看，它很好丑啊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好看的机箱加好看的外观的话，那这个地方你就要在机箱里面上一套水冷，哇，上一套水冷，上一套 RGB 的灯，再上一个好看的机箱，不用多说，3000块钱，最起码3000块出去了。你如果你是一个颜值党的话，可以去试一下。如果你只是一个哎，我只是想剪辑，我不看外观的话，那就不太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好了，那这一期呢，就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怎么样去选择一台适。